我最近马上发出了相亲的手动仪，放我信息服务器。五祖是流民，三十六教真，六任为正主，千变万化身。女生法门开，茅山律法来。若问我教者，五遁祖师来。茅山法门开，西天降法。神仙妙诀，藏着千年之山，稳着万年之石。六任先师茅山法主，女生法主千里眼，顺风耳法主，法门师师。茅山法主、女山法主、千里眼、顺风耳法主、法门先师。五祖是流民，三十六教真，六任为正主，千变万化身。女山法门开。真传真过，真心过决。如过假决，我本人分文不受，永世不昌。我今日将六任先师大教妙法传俾你弟子龙发光，你哋祖师爷敢唔敢忘恩负义？不敢。千世千应，万事万。神仙妙诀，藏着千年之山，稳在万年之石。哎，令堂都。五祖是流民，三十六教真。六任为正主，千变万化身。女山法门开，茅山律法来。若问我教者，五遁祖师来。茅山法门开，西天降法来。若问我教者，神仙妙诀，藏着千年之山，蕴着万年之石。女山法主、茅山法主、千里眼、顺风耳法主。三十六教真，六任为正主，千变万化身。女山法门开，茅山律法来。若问我教者，五遁祖师来。真传真过，真心过决。如过假决，我本人分文不受，永世不昌。我今日将六任先师三山大教嘅传俾你弟子郑法章。你哋祖师爷敢唔敢忘恩负义？唔敢。千世千应，万事万灵。神仙妙诀，藏在千年之山，稳在万年之石，即念即读，如若不读。